这样让他跑掉，扯。开始跟别人说，你说开哨，速哨。对面是剑魔派派，一眼。哇，出了不出降低低，他出。毁灭伤害完全不够。哇，老师你不是出战神的？啊，战神的是不是？我懦弱了，完蛋。啊，我中路已经完全崩了啦，203。战神的部分。哇，我想说那个人马跟个智障一样冲冲进来，被我吵到，就我们还是打不赢。而且你带冰霜你就输了，你要带那个啊？你带冰川的？没有人带冰川的、啊，一定是带征服者或是那个、啊。我觉得带冰川很强哎、欸，带冰川很烂哦，你有 Q 就可以了，换。冰川强啊，我才觉得、啊。如果刚刚是带这个，你就劈死他们啦、啊。我想杀他、哦，如果顶得到他，我。但是泡鸟，我治愈他十秒，他们家撤了。玉川流，拉一下刺，没听到，他没闪，哎呦，没办法，我要回去走。嗯哇哇，完蛋！他吸一口就快爆开了。这个嘛，来了。好带火，你要退了，你要退。哇，他不会退，他不会退，我在他背后。退退退退！哇，啊，你直接抽我看了是不是？啊，他们爆开了。三个家伙，怎么办？中下都爆开了，靠你了！帅哥要出野猪了，靠你啊！其他的全部，我们中下已经全部完全爆开了。帅哥终于要出野猪了，他出城堡之力了，他就快要来吃架了。掉，那我们就让他掉。先不要吧，但是我感觉也不会开掉。完全没。等一下，那个预示者可以撞上了。要八就是这样，你拿去撞上路吧。一下啦，闭眼。中路打不赢，对不对？完全打不赢啊！203啊，老。那我也蛮上了，没有分的吧？完全没得打，超肥。我没鸟啊，我没鸟啊，正常的走位啊。老师，我们下路守不住，要不要放塔？正常的走位而已、啊。还可以啊，还是塔下可以吃掉这波兵啊，不要走啊。来来来，三天。我人不见了，我人在这里吧。我人马好痛啊！刚刚顶了一下，人马超肥啊！他在上面。唉，完全不用打，完全没得打，直接把他顶掉。我在等 CD， 我在等 CD。嗯，我卖完，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。你卖我，你卖我，你卖我。我要玩，我没办法过去。好绝望，我只能绝望在里面。我们真的很绝望，我这样只能硬杀一个，然后还是要掉色。这发抖。我跑上面也掉了，只能硬杀一个。
上路已经走塔了。他没到，他没到，给他砍就对了。那个吸血鬼不太敢去了，他去连战，怎么玩？那个没大局，耗两十一等啊，吸血鬼。你觉得我去 gank 可能杀掉吗？我去，你还 gank 头绝对杀不掉啊，已经是被一杀，十一等欸，我输两等欸，绝对一家，两等大绝，绝对买一，买一，过来一定肯定是被杀的、啊。我刚刚我家奥拉夫都超不死，他刚刚还没飞起来之前，我跟奥拉夫说，他高你四等欸，不要啦，别想了。我也觉得，可是他高你四等啊，可以。好，我还是回血，我还是回血啊。他高你四等啊，上路。剑神上路太远。哇。我在上。那我也不能干嘛。如果我碰到他，我没有炸，我刚没有炸。吸起来！哎，好好好，那个谁快跑！快跑！好啊！对了对了，后可惜，欧拉夫。欧拉夫，他在后面回血。后可惜，你会被吸死的。哎，没后可惜，他反过来去吸你。欧拉夫 poke， 可以可以可以 poke。人马冲下去了，人马冲过来了 ，poke 不动了。poke 行，欧拉夫 poke。我救不了你，王队。我没办法。原来是破拉夫、啊。欧拉夫，人马冲过去了，等我，等到海底吗？等我三四个吧，等我。哇，火人中间，这杀是右边。看呐、啊，看呐、啊，放眼，至少放眼吧。我在草里面，没有视野是要怎么打、啊、哇？我是想说，至少也放个眼吧，哇！你怎么就在那边站着啊？什么概念？拜拜，有没有 W 过墙？中W 过墙就准备死。往下凹两个。他在我这边，这个他是在我这边。来。什么？走过路过。没有啊，就我死啊！啊，你还没有回去哦？你还不怕、啊？人马在旁边，人马放杀了你，应该慢慢杀掉我。放杀了你，很满足了。我明天回去也不能干嘛？我就在这里。中不了人挡，中了我个挡。我去帮忙下路一下。啊、下路我来挡好了，你是掩护，我是掩护下路啊。他当中路怎么办？你们中路挡不住吗？知道，我刚回家了。你刚直接去中路啊，去下路 cover 啊，哇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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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师直接爽赚一特塔。哇。好了，没有大皮啊。爆开了。欧大师是不是童年我回来了？哦，欧大师已经回来这个游戏了。如果你测试下来觉得枪刃先出的比纳斯好吗？差不多了，对。那个红眼应该是能。要被抓了。没王。
哇、哦，他开这个是为了从你眼前走过去啊！哎，下面，好，多人，完蛋！哇 ，Legendary 太痛了，多人。那都是全到，嗯，都没有轮到，怎么办？那人马顶我一下，吸血鬼吸我一下，我就被他们车轮带，干的比较多。中塔又掉了。我觉得你们不如不要来下哎、欸。嗯。那我是传送，就一开始就传切啊。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啊，可是。回来啊！中了几个？不用。哦，不要打他们了、啊！他在干嘛？该开的时候都不开。解释。太痛了，完全没办法打。哇，真是太痛了！十四等啊，他跟你等级一样，可是他在征服。太痛了，他直接一上来。哪个征服者还没？那个伤害跟我完全不等量的、啊，根本还没发到征服者。对，哇！根本还不用征服者，我们就爆开了。他根本没发到征服者啊！啊这个闪现者，你真的误解。还没血池，干他！后面两个，右边可能一个。小心人马，小心人马。哎，你还，哇！我过不去哦。哇！打！我不行，哇！啊，还没好。Legendary， 把我撞死啦！根本不知道怎么打，他一直顶一直爽啊！不行啊 ，AD 现在状态落后了。你至少要等魔剑出，魔剑叠满才有机会。你现在等于输炮娘两件装。然后他会自带的那个零零零吗？我根本就不该去打会的。OK， 完全没法玩。那为啥那个人马根本无解？那人马根本无解。八楼吧，十五等的人马。嗯。那完全跟鬼一样，也是撞不赢的了。不去偷好像也输了。我去偷根本没胜算、啊。可是不去偷好像也好像也。你说我被赢吗？算，一定偷不到、啊。不去偷好像也输了。不要闹！你那奥拉夫时间已经，所以我才说要把握你最后的荣。
哦，没有啊，刚他早时间早就已经，他已经，他时间赶光，过不去哦。他大概十分钟前时间就到了。上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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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再退了。哇，乖了。爆炸了，炸了，没打完了，没打完了。杰克拉夫，回到流油啊！杰克艾维尔，回到流油啊！打他跟抓痒一样了。好了，刚刚那个八路没，那就输了。觉得这个阵型太烂了。没有，我觉得阵型没有很烂啊，前面直接崩掉啊，就崩线了。我觉得我玩得很土啊，没办法打火人，前面好烂啊。SKT 那个是明天的，是不是？明天啊。那不然这次我们选 FunPlus 的。哦，我们顶到一个低雕宝箱。FunPlus。那是那个阿福要排是不是？阿福要排啊，不想排，那排很久。不行啦，太累，是时候拿出。